阿迪，我请问你，把 OZ 卖掉，接下来 OZ 被拆除，这些事情是你做的吗？天行，这些年来，我就像是你妈妈一样。 照顾你的吃穿，让你受最好的教育，还让福伯陪了你这么多年。我把天际交给你，我看着你把天际推上舞台。欢欢为了你，得一辈子坐在轮椅上。我把你留在天际，留在欢欢的身边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天行哥哥，你想要说什么？啊？ 你这么生气，是因为陶乐斯难过，还是因为 OZ 没了？我这么生气，是因为你们滋润的是我的家人，对我有恩，帮我安排一切。实际上，是要我一辈子为你们李家卖命。这件事不是没有挽回的可能，只要你跟欢欢结婚。 天行，我希望把你留在天际，我更希望你跟欢欢结婚。我当然知道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，但身体毕竟是个妈妈，我希望看到我女儿幸福。你能答应我的要求吗？天行 ，OZ 明天就要被拆除了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 今天强制点交跟拆屋的到期日，你去把怪手开过来。站住，不准拆，统统走开。开工。对，不准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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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准
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撤。 虽然今天的拆除暂延，但 OZ 广告公司还是属于我们独汉的。虽然开始所有人不得进入，你们先把东西收一收。他们一走就把门锁上。是。为什么他们决定突然不拆 OZ 了？好。 答应你，千玺，看你的样子，应该一夜没睡了。你真的决定要跟欢欢结婚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会跟欢欢结婚。关于 OZ 的经营权，在你跟欢欢步入礼堂的那天，我会全部讲。 放心吧，我相信过一阵子，一切会恢复正常。我们先回陶然好了。快收拾东西吧。